就打过来那个区除了干，因为礼拜六我们现在都就说那个了，都放假休一天嘛，然后大家晓得了，给我们在那儿除了干补一下七号的。抽烟。来，坐水坐。人家坐。耶，今天老哥，我来闻下味道，补一下。耶，那你多了点淀粉我。耶，那可以开呀？开不开？开不开？还包一份。还包一份了。麻烦你了。吃点咸的。哎。没啥的弄哪样？麻烦。简简单单的吃的。对，越简单越好。都大吃大吃，弄起我不好意思。大吃大肉的。哪里晓得呀？大吃大肉。你看，猪蹄，这是鱼，这儿加葱菜。弄大的七个碗，买那个小。你买两盆菜，要不要我给你录一首？那点。那里过。那个不是你最爱的。因为我天天吃到我那个凉面的味道过后，我那个看比较一下嘛，看有没有什么人家学习你的味道去。我的味道都是你凉面的味道。可能开玩笑，那个卖钱的跟那个家属你能比吗？哎呦，天哪！嗯，没怕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看那个。哦吼！今天只闻味道哦，闻味道也够了，那个屋头还没闻的。本地是提前下噻，主要不是很多心。十几百菜，炒点青椒肉丝。包好了再来煮饭都差不多20几分钟算得来的，结果哪个都没包好，还没趴脚杆大的。最气盛的了哦，菜叶子没鼓盘儿，哪里没硬起啊？这个是哪家的？真是大呀，还是吃的不？吃不红了吗？过来嘛！来嘛！别修了啊！不用修了。你儿来哟。不去修是吧？我不皮皮草肉，啷出来了我？慢点嘛。是啊，现在那天我花点银子拆一下嘛，你儿来哟。嘛。挑下个点，你说切点皮一皮。你这些吧，你看着办噻，哪个好吃哪个来的。都是乱切噻。乱着呀。乱切。这儿切几把，这个盘子里头。OK。嗯。来。
我晓得你吃菜的时候喜欢偷嘴儿呀。确实香，蛋白上的东西哪能是香？那个，愿意才打的呀。他这些灯灯儿，哎，大家你要的小不懂。这些我觉得可以，刚刚那个说杨氏那是老年人，那年轻人稀奇不是。招生的吗？你是教的吗？这个是每天的。这个是切大块哟。那我就切嘛。切块都够了。来叫不动，这拿住煮得稍微有点硬。来，他们在哪儿？今天吃的是不是？今天再吃的嘛。哪个没我那个吃的好？哪个没我那个吃的安逸？我那是本拿住的。嗯，没有。你是哪个姑娘的？我们稀微贵呀，那个手机啊，你提着两两红的，嗯，好专业。对啊，还有几双分呢？还拿两双分呢？嗯，人人有。要哪一双？没拿来。我就是吃了两半的工。嗯。好满足。我吃那个坨坨确实吃两块都闷到了。嗯呀，没人呐。那是为农村的，你看。那不是，那是你刀的问题啊。只有那么个车了。是我刀，是你个人的刀，你的技术太好了。今天骑摩托车到我连了，大哥。小菜。规格太高了。呵呵。把我搞得标准了。没弄到菜，小菜。好些，挺好些。找到了妈妈的爱。